一定所有音响。好说。下午好，下午好，我还没睡啊，新年快乐啊，新年快乐！以随机选择的难度和英雄组合进行游戏，基本操作。哎，还在啊？好，大家下午好哦。选择英雄，恢复所有把李国芳选择的版本，因此不会被攻击。好，你准备去？我刚看你还在玩，是不是？然后现在关掉了、哦。所有敌人。哦，你在研究伺服器设定哦。哦。我今天早上在玩这个，就一玩玩下去，哇干，好毒哦！这游戏怎么那么毒？吓死我了、欸！好啦，试试看。吧。还没睡啊。嗨，你好。嗯？没试完啊。没有装，真的啊，删掉了、啊。那 Switch 有？有啊，有两年了。可以当所有我真的生命力恢复，那张卡的费用一样。去睡觉，嗨诺因。选择的英雄恢复所有魔力。所有预言家，我也拜，那这怎么办？哦，哦，睡什么觉？睡不着、哦。所有我军恢复十点生命力，所有英雄会用啊，这么棒啊！这游戏。会太大声吗？音乐太大声吗？没有，还是不懂这游戏，这是角色怎么玩？这样子不是这样子，哦。好，解释一下哦，这游戏嘞就是。有点像战棋，再加植物大战僵尸，哎、欸，觉得蛮好玩的啦，就是东西扔一扔，放一放，这就对了，对啊。然后像我这只角色现在是魔力一满的话嘛，就是你点它的时候，就是场上你有没有看到这个眼睛，都会扣一滴血，看哦、喔。
等这个魔力满吧，然后这边看好，按下去，按有没有扣血？扣血，这是角色的。我想一下，这角色有分主要英雄跟那个辅助英雄。哎、欸，反正这个前面没有看，真的很难跟你们说怎么玩啊。反正就是每个角色他的卡片不一样。没有，没有敌人的情况下，预言家会攻击。哦。画风很可爱，蛮可爱的啊！就不小心玩到现在，好恐怖哦！这游戏，我反正那时候半夜在研究那个我们昨天半夜在玩的那款游戏，然后研究到后面，突然看到有在推这一款游戏。就这样，这游戏叫做三分钟勇者啊。为什么叫三分钟勇者？就是你会看到游戏开始的时候，最上面会有个三分钟的倒数计时。然后刚刚就是跟之前爬塔一样嘛，可以选卡片进去，你可以选一到三都可以。这款游戏变有毒了，这款游戏我发现很毒欸。然后再来是这边可以选你要带进去的角色，跟战旗一样，只要你有三只一样的，它就会进阶成二星的那个角色。好，比如说好，下一关，我这个一星对不对？然后这边一只一星的农夫啊，哦，等一下哦。然后再一星，好，这边就有一个二星的农那个预言家，哎、欸。然后比较亏的是，这我现在主要输出就这三个炮台，然后农夫是辅助，那唯一输出是这个。那我刚刚已经把，场上本来是有两个一星的，对不对？现在变成一个二星，所以我少了其中一个输出。所以现在你会看到我比较亏是伤害可能会不够，那回魔好快哦！你看就这样子，像这样子玩。哦，然后再讲一下，就是每只角色的能量条到满了会自动，我不知道为什么他没有自动帮我拾取卡片啊，就是你只要点一下它，就会送你一张他专属的卡片。那专属的卡片就是刚刚农夫就是钱嘛，刚刚有看那个。获得两块钱，就是我扔出来，他就给我两块钱。然后这是农夫的技能，其实懂了之后还蛮好用的哎。回复锁，骗你呀！哎，不是，我的卡嘞，吃卡哦。
飞开。然后。那抽一张卡，将我放的生命力回复那张卡一样。对，大概就是这样子的奇怪游戏，哎，但是就很奇怪，好，就早上一直在玩。等一下，然后再來就是，每一关啊，比如说头上会有个惊叹号，你可以选它，就是它的技能是随机敌人会成为忘却状态。不会回复法力，死亡的时候会掉出法力宝珠，维持五秒钟。那这个嘞？哦，我、哦、那这个的话是很白痴，是会在我方这边随机的卡片的地方会放小机卡，哎，就是会占一个很像类似栅栏的位置，我蛮喜欢的。那再去。嗯，反正前面看不懂是很正，你看三颗，然后就变成一个农夫，然后再是变他。你看这边就一个，刚刚那个小鸡的效果。个金币，你看这些小鸡，就是你只要钱超过，然后拿不开，
对，你们可能看不懂，因为这真的来不及按。这个怎么说？这个很难解，用讲解的，就是反正丢卡丢卡狂丢卡就对了。跟我军的生命力回复之抽的那张卡一样的费用。这个就有点，真的有点难解释。反正你，要么攻击，要么辅助，要么就是修东西这样子。是，看一下他这种。好啦，每当以物理伤害攻击没有用。这游戏要付费吗？要，这个游戏要钱。然后再次选嘛，就是这个是购买英雄，再次是帮卡片上那个，上额外的词缀，比如说你这张卡用了之后，可能能力加倍啊什么之类的。我先看这个。那这个的话，这个的话是场上会有掉落物。那掉落物它可以选择。你要手动释放的话，就是会掉在地上，然后你要去点它，点它的话就那个就会放，或是自动释放。自动释放就是它只要掉就会释放。它这个的话是会有落雷，我蛮喜欢这个的，反正看了就知道，好吗？好，我们继续。然后辅助，抱歉。辅助的那个，就是农夫这个的话，是每回合都一定会给你一只英雄，所以你不用买它。哦，预言家好，我会玩了。其实预言家蛮强的。可是没得回这个。这游戏是单机的，对，单机的。看起来像炉石家族人啊，也有加那个战旗啊。就半夜睡不着，那时候在想说，那个半夜玩那个僵尸游戏到底怎么玩？
神托制造一个法力宝珠，所有敌人会成为忘却状态。好啊，这个。植物大战僵尸感觉就是啊，就真的很像啊。反正就是有卡就丢。哎呦！然后有时候啊，这个小鸡太多。会卡那个角色的地方，我那时候就是这个太多了，结果角色全部卡在一星跟二星，冲不上三星，所以不是有就放啦。鸡。哦，还是会自己放，好好好好。看你这样，眼睛不舒服能用听的，好，好好听哦。嗨嗨 ，hello hello， 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。决定。每当以魔法击败33次。好。满的，糟了，糟糕糟糕，看，卡住。
啊，为什么要用这个嘞？是因为这个的效果是会让，你看左上角这个是金币，金币就是这个东西。你要有足够的金币才能使用技能，啊，这个的话会让你金币减一，所以我刚刚才想说先拉这只过来，而且它会这个紫色的钱，这個、紫色宝石是里面的钱。我自己玩这个玩到我的其实右手超级痛超级酸的，将随机的卡加满至手牌而不是英雄卡那张卡的哦，等一下哦，返回会一定继续给多次伤害，好诶、欸，好，开始下一轮。
赚钱喽！我本来想说，这只角色会不会很，这只英雄会不会很难用？还蛮好玩的耶。白痴哦，什么鸡呀？好，现在解释一下刚刚发生什么事情。就是我刚刚不是点了那个什么烤鸡这个东西吗？它就是农夫每回合会给钱嘛，要比如说我这边嘛，农夫是每回合给钱，但是钱如果爆出来的话，就会自动帮我释放什么技能之类的。那这边就是讲，每当刚掉落物嘛，掉了13个之后，就会自动帮我放个技能。新年快乐！
fucking demon.七幺四先生啊，嘉兴安安，嘉轩呐，我是每次叫嘉兴靠。嘉欣是我高中同学啦，抱歉，你叫错。要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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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， 啊，剩一只输出了，哭啊！输了，不会吧？我的血量扛住了，笑死！哎呦，秋代。游戏好忙，很忙啊，累死我了。哦，英雄不够了，确定？再买再买。刚刚看一下哦。
完了啦！没有角色啦！有了。什么东西呀、啊？好，哦，右手好酸哦，心里安安。但右手真的好酸哦。啊，等一下哦。来，我们来增加。哎呀，等一下。哦。将一张随机卡添加在牌组中。一个敌人，馒头吃饱了吗？还没，好像还没。等一下哦，那我去吃个馒头。感谢。是玩完这个手会很酸，那个前面大概搞懂一下下就 OK 了。嘉轩在那边了吗？
有看不到你耶。哦，找到了，找到了，找到了。啊、哦！好了，来，我们下一回合。我的回合，是什么？每20秒产生法力的宝珠？准备开台，准备开始。所有敌人真的都在已经是从那边跳。炼金术师的技能。咋用啊？哦，这样子哦，哦，是吗？干，又卡手台，他小。哎、欸，我大致的炼金术士死了，完蛋了，等一下哦，我推。游戏堆血量就赢了、啊、太白痴了，等一下哦，啊，底薪的啊，
啊，注定了，啊，牌卡住了，来了。死了，安安，莫林安安，我还在撑，我还在撑，我还可以，我还可以，我还行，我还行。绝对有问题！啊，输了，输了，输了，结束。烂游戏。哦，手好酸哦！天哪。我那时候玩到一场是比较爽，是这个。看一下哦、喔，连续重红色宝石，物理伤害，首次达到二阶宝石，什么时候接宝石？哦，好，是这个了。然后，两个宝石比赛奖金选组或辅助时出奇的奖励。我那时候玩了一个蛮好玩的，一个，应该是我第一个。第二个过关的角色是这个为主，这个为辅，这个吸血鬼咧，白痴是白痴在，他会乱顺，还没睡，还没睡。然后就是可能你下面已经要被袭击了，他突然顺到上面去打，超白痴的。你看就这样子，然后这边没有了，还没继续打。
这样啊。嗯，再来要选一个。啊？干嘛的？当然了。哦，好像很麻烦呢。这个好了。使用手牌中的小丑卡，没使用小丑卡伤害会，欸，Joker。教主早上不是说要去睡吗？就也在研究那个僵尸游戏嘛，结果爬文爬文爬文，旁边跳个广告给我，又跳这个游戏给我看，结果跑去买这个游戏。这游戏有毒欸。反正就是有卡就扔一扔，往前扔就对了。没有，他可以玩的，我不知道为什么欸，私下玩的几场都过得很顺利，啊，怎么开台就这么惨了？有人在凑，有人在搞。
笑死你！这个题材继续打僵尸吗？虽然我好像已经慢性僵尸团灭了，没有，反正第一次玩一定会灭吧。我就想说我们一定会灭的啊！我是抱着我们是一定会死的决心在玩欸。如果给我五个宝石，接受。好了，我们来个农夫了。嗯，我们三星农夫。好，三星的吸血鬼啊、嗯，就这样子玩。我血屋挂机，好，我已经挂满了啦。我刚好像没有吃啊，下次要重开世界吗？顺便选天赋。会啊会啊，那个阿贝去睡觉了，他说他在测试那个开世技。对，所以我们下次就是会玩了吗？先来送个头。为什么？欸，他 CD 好短哦，有搞哦。小雪安安 ，Hello Hello， 感谢幼日哎、欸、感谢你昨天教我们玩。哇，农夫死掉了，钱赚好慢。新年快乐。啊，不进行攻击，但会生产金块。若生产金块，则得到一的伤害。啊？吸血鬼跳下去好难用哦。吸血鬼偏后期角色啦，所以。发新技能隔一段时间一定好啊。哦，再来一次。
是老盗贼耶，这个是二阶盗贼耶。好，来喽，这是二阶盗贼，然后。肉团打游戏，好，拜拜。安安，人气安安，人气安安，快气死了吧！叫你人气，随机塔会以蝙蝠攻击啊，所有种类的蝙蝠都会发动啊，什么意思？接受魔力技能，击败20次敌人。随机塔会以蝙蝠攻击，这个好了。老圣骑总都是老的，不行不行不行，不要这个。是不是想打架？哦，好久好久没打架了。好了，温了温了温了，也没有真的打过吧？没有啊。
啊，我想到一件事情，我要去拿饮料。一敌人每一个到最后分身，安安又成安安。那我解释一下哦，蝙蝠嘛，就是吸血鬼的蝙蝠，就只会在它不是顺来顺去吗？那它就只是顺的时候会往前射，哎，不管这边有没有怪，它就照射嘛。然后你只要反正我丢出蝙蝠的卡，它就是一样，它在哪个位置就会射过去。啊，你的饮料咧？对，等一下，我要下去拿。我真的会下去拿，等我一下。然后我现在输出主要都在靠暴风雪在输出啦。所以哈娜，你还在基隆吗？你搬到彰化了、哦？我怎么知道？你有没有跟我说？就是跟你聊，就聊到基隆，基隆，基隆。
越玩越上瘾，你们玩了就知道好不好？拜托，你们玩了就知道。我该睡了，快了啦，快了，该了，该了，该了。返回。老吸血鬼睡啦！啊，饮料，饮料，饮料，等我一下。不是欸，怎么三点了？我一点半而已欸，我还没睡欸。该睡了吧？等一下，这场我有信心。这场有信心。恭喜你，有点夸张。早上可能你在某个外星人台，现在还没睡。啊，不好说哦。哦哦哦，这伤害哦，你看这伤害，抗这伤害。你应该是不用动了啦，可以喝东西了。那这个就是有分被动技嘛，像这个的被动技，就是你钱自己，这个是钱超过多少会自动放技能嘛。然后这个的话是重置一次放一次技能，你看啊，重置会增加。我手真的是放开的，没玩过这么爽的。有啦，有玩过啦，刚刚就玩过了。老吸血鬼，
啊！让屋子坍塌大便。我等一下要找一张修房子的吧。太强了吧！我不用动欸，我真的没动欸。主要是你刚刚咕咕咕，是农夫的功用，农夫的功劳。咕咕咕。太强了吧！太强了吧！吸血鬼好好玩哦。按快转有哦。哎、欸，真的哎、欸。哎、欸，谢谢。啊、哦，原来有快转哦！谢谢谢谢谢谢，给予一倍伤害，哎，免费的哎，算了算了算了，看一下哦。随机格不要。接受，就这个啦。嗯，你看哦，哦，现在才第七关哦，那应该可以。我刚想说，哦，又是老吸血鬼，碎啦！我来讲一下哦，一星叫吸血鬼，二星叫老吸血鬼，三星好像叫，可能忘记了。等一下就知道了。三星叫做啊，精通吸血，怎么叫精通？精通吸血鬼。我也觉得有点好笑。物理伤害免疫，嚣张。哎，我发现一件事情，哎，我不该。用那么高的欸，用那么高，他63才发动很多技能欸。哦，我不能这样玩了，有技能要放了。的咕咕咕声音越来越嘶。
然后我这个转三次吧，然后我的这个那个最大血量就会加五。不行，我觉得刚刚那个咕咕咕流到三的话好像很强耶。我感觉是有首领的吗？其实是我成就，我看一下什么成就。于时间内击败代表大头。哦。没关系。哦，我刚刚其实想讲真的好好努力看他，结果还是走了。要一定几率死四张小丑卡，若手中有枪筒，嗯，不要。哎，继续选他啊！如果家长在旁边，就会听到零三分你要睡了，现在也说要睡了啊！是不是啊？是要东西？你在跟我讲话吗？你在跟我讲话吗？你会回我啊？不然嘞？就是你啊，不是要睡，我没有说要睡啊，我只是说我睡不着欸，这游戏有毒欸。他现在已经没有啊，不是他讲的啊。如果家长在旁边，就会听到我零三分，三十分钟，你说要睡了。现在也是说要睡啊，是不是什么意思啊？可以白话文一点吗？你打得有点文言文。零三分重读两次还是零三分？笑死！请看几分钟前，嘿，怎么了？怎么办？我看不懂，我真的看不懂，这游戏太好玩了，看不懂。
是啊，这只龙太北蓝了吧？免疫物理攻击，你给我走！你是写三十分钟前呐、啊？三十分钟，三十分钟，你说要睡了，三十分钟啊！我觉得有人篡改我的记忆力耶，怎么办？咕咕咕！但又有 boss， 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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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哇，好像是一个农夫哎。这游戏已经不小时剧毒，就像你之前说到关台又开了一小时，大家都说啊，你那可能没有啦。而且跟你讲，半夜那一场那个什么，我们不是在玩僵尸吗？我反正四点要关，可是想说哦，还有东西要研究哎，再看一下好了，真的再看一下就好了。我真的只是想看一下而已。我怎么会知道？怎么那么好玩？嗯，老预言家。不行，有没有机会咕咕咕嘞？咕咕咕大军，好像可以哦，好像可以哦，好像可以哦。我现在要重置这个，然后补一下血。大厨，你不在上班啊？大厨，大厨在上班啊。欸，大厨，我们可能要重玩咯。这次我没看过欸。
他输了。咕咕咕。对，我们在慢性死亡。那个是一救，真的好像是救不好的。不是啊，战士，你这白木栅栏，不要搞啊！要搞事啊！哎，这是战士的白木栅栏。嗯，好了，我们即将来到最后一关。但不要吓我，北七吸血鬼。感觉超赞的，第八你怎么总是能找到这么有趣的小游戏？来来来来来，这个游戏叫这个，哎呦，贴给你好了。我就是星探有没有？我专门去挖掘一些很白目的游戏。来来来来来，这个达达来玩，好玩的哦，好玩的哦。这就是结合了啊，那个战旗，有看到这边有个三星的啊，还有三星的啊，反正就是英雄就是一样嘛，三个一样的会变二星，然后三个二星会变三星，然后再结合那个抽卡啊，公然贩毒哦，好玩啊，拜托，我跟你讲，我不知不觉，我这今天才买的。然后我已经玩了4个小时啦，应该不止了。是不是在工商？没有啊，我那天我就说早上在找那个僵尸攻略看一看，看到隔壁有个推荐我玩的游戏，这一款啊。哇，他死了，他马上就死了。好了，我们可以挂机了。咕咕咕，看一下来，达达，你看里面有鸡叫声，是不是该玩了？
哇，完胜呢！啊，好，我来介绍一下。哎，谁说鸡腿？来来，这个是魔王，然后这些是他的那些吧，那个干部，那屋子，你们先稍微记一下这边的剧情。有没有他说屋子主人阻挡了恶魔群12天的攻击，然后去找了魔王，然后这是国王吧还是谁？说无法接受自己的屋子被攻击，要求重新选择恶魔攻击的房子。被英雄打很惨的恶魔决定改变一次命运机会，然后转转盘哦。他王杯杯的有没有？然后说我们的房子什么意思嘞？就是他的房子要再打一次。好了，那个等一下我解释一下那个由来。我刚刚不在刷这个吗？对啊，我就是在刷他的能力，因为我发现我还蛮喜欢玩吸血鬼搭农夫的玩法。看一下哦，这个可以解锁了。然后还有这些都是陆续解锁上来的啦，所以有很多我都还没解锁，看这些都还没。哎，这个我没解锁。黄杯杯很像啊，来看哦。开始游戏这个吧。哎，不是哎、欸、哦，哪一个继续哦，啊，我重开游戏，等等等等，想起来要重开游戏才可以看到。来哦，介绍一下这个游戏故事哦。为什么叫三分钟勇者？很早以前不是有个游戏叫30秒勇者吗？我那时候以为是一样的，是那种速度打怪还是什么，就没有。哎、欸，不是哎、欸，游戏啊这边啊，白痴哦，来哦这个是勇者，就是刚刚的勇者嘛。来哦，王国为了对付恶魔入侵啊，进行了长久的对战战争，然后结果王贝贝在这里，结果两阵营皆因为战争精疲力尽，最后达成休战协定。啊，早上您，但恶魔提出了一个停止侵略的条件，由于恶魔出于本性无法不欺负人而活着，提出可不可以随便跳一栋房子。一天攻击三分钟，欸，所以就是每天就是要来攻击三分钟，所以我们刚刚是活了十二天。看他就超像王杯杯的，已经宰好了。看，如果恶魔每天要攻击你家三分钟啊，游戏就这么开始了。啊，这是新手，这边新手教学，回首页。然后最好笑的是玩第一轮的时候，我就已经解开七个英雄了。我想说这游戏太简单了，还是真的是运气成分太好？就刚开台在玩的时候就没有过。你应该要寄账户给这个游戏，让他们付你工商费，超会的，超会的啊！没有哦。我想玩玩看主农夫欸，可是主农夫啊副手，试试看好主要农夫，然后次要这个吗？速速看，
将小鸡卡牌添加自首。你刚刚不是说最后了吗？有吗？我试试看嘛，我没玩过，我真的没玩过这个啊。欸，不是，我突然，我感觉他的这个咕咕咕，我觉得这一次会比较难玩哦。哎，这次好像有点难玩呢。哎、欸，不行，这只好难玩哦！你还是乖乖当辅助好了。你看，达达这么多鸟鸟哎、欸，还不玩？你看，三只鸟。你看，咕咕咕，哇，是不是很好听？不是鸟。好像有点强哎、欸，我好像会玩了哦，好像啦，话别说太早，对不对？这鸡太强了吧，咕咕咕就死了欸，咕咕咕。哦，达达，你看你的鸟，不是你的鸟，对不起，你看小小鸡们，对不起，我该去睡了啦。还没啊，你看要解锁新角色，我没有玩的话我就解锁不了欸，这只很强欸，咕咕咕很强欸，来啦咕咕咕，怎么了？帮我放冰箱好不好？这什么珍珠啊？嗯，我已经喝了这个了啊，那不能放冰箱对不对？来帮我放的，谢谢，喝全糖吧。抱歉，我可能不用睡了，有珍珠奶茶要喝，对不起了各位。欸、好强哦、喔！你可以睡醒再喝啊，我要赚钱呢、欸、
哇，农夫好好玩哦！我们把影片发过去，工商影片就有了啦。没有啦，达达不见了。达达，你们家诺音稍早有出现，见到我的第一句话是：“快去睡啦！”不给人赚钱玩游戏的呢。多好玩啊！我想到那时候玩魔兽世界的法师，我靠！繁星新年快乐，米娅新年快乐，米娅这很好玩哦，要不要玩？我再贴一次游戏。靠腰啊！游戏置顶，明亚应该没兴趣啦。随机将鸽子返回，这不要，这个不要，这个我们不要。我来看看，其实真的蛮好玩的啦。老的，哇，三张咕咕咕，哈哈哈。啊，那我要把它加。你怎么可以虐待打打？我没虐待啊！哦，你是说把鸡丢出去是不是？哎、欸，打得很强哎、欸！而且你怎么可以说打得是鸡腿？你怎么那么坏啊？说打得是鸡腿？
哇，农夫真的好强哦！这什么鬼啊？张学友，张学友，我们爱你。早上好啊，繁星没睡的哦。哎 ，GG 死光了，没有没有，怎么可能会死呢？选择的英雄所说法力，所有英雄。大 boss 好像比较难，我感受到了，好像有点不妙哎。两颗法珠，完了，我觉得辅助英雄选错只了。农夫，哎，不是耶，不是耶。哦，对，那个最最，你下线前你忘记关火了。那时候我们两个，我跟那个谁，我们在休息，在看书的时候，看到一半，怎么突然烧起来？你要吓死我们了吗？我们只能拼咕咕咕哎。没有用欸，变不了鸡欸。因为这个沼泽地它变不了。哎，你很适合当鸡之鸡啊！你有做鸡的资质。我是说，靠腰，这样讲不对，抱歉。
换回吸血鬼加农夫，对，我想试试看啊，这个啦，扣20哎，增加5，劳动者，哦，有了，有机会了，炸鸡卡，该用什么？打打欸，什么打打？哦，白痴哦，你们很坏欸。我就只有那一次跟那一次开他那一次玩笑就没有了。哦，真的强。不怕，看见蟑螂我不怕不怕啦，我神经比较大，不怕不怕不怕啦。有没有？我发现好像爽，怎么办？我除非找到那个。自动放咕咕咕的，不然没办法欸。我刚本来想说，如果有那个就自动放咕咕咕的，对啊，我现在只想要清理养鸡场的、啊，拜托，有了，就这个，就这个，这个，赢了，赢了，接受，这个，满出五次，完成，来了，来了，来了。农夫不够多，
有 CD 还是要自己丢，我知道啊，要点不是吗？好的，我现在知道了。完了 ，BOSS 不能这样玩呢、欸。BOSS 可以吗？哎呦喂、也太可爱了，可爱吧？那再看一下了，看一下哦、喔啊，这个棒，每20秒会将金蛋卡停止收。一万安安，一万 hello。因为我刚刚就是想说预言家也是范围招嘛，然后再配上咕咕咕的话也是范围招，我是这样想啦，这实际运行起来也还是有点落差。有地带晚上会没精神打僵尸？不会啦，怎么可能会没精神打僵尸呢？跟我开玩笑吗？还是我应该挑这一只的有挂钩碎片的忍者吗？至少要睡4小时，我现在睡应该11点就起来了吧？完蛋了。
等一下，可以不用先等我啊。下午好。吸血鬼耶，干！没想到第几关了？第八关。好啦，啊，这打完真的睡老饱。没有要睡啦，休息啦，我也可不用睡觉啊。我嘿，那边小小鸡很强耶，吓死我！啊，充电器，你是要哪个孔的？苹果？整个吗？一个也要？我弟妹来跟我借充电座啊，欸，这很强欸，那个攻击免疫的，这样啪啪两下就死了。留下来，那就是我们建议还是就是咬可以啊，不要太常咬哈。金蛋太多了吧，有高哦，饿了才要，一样啊，一样啊。喂喂，you
太多了啦，白痴哦，干什么？没说拆一关好不好？精通农夫，碎啦！精通的嘞。我也会数掉，这就是血量先叠起来的优好处啊。天鸡叫，可以啦。好风景哦。第一关，农夫好强，还好，我觉得有点按不。来不及按了欸。
没有什么最后名言，我的最后名言就是关台咯，大家拜拜。要关台咯，大家拜拜。真的要关咯，大家拜拜。不是因为这个吗？啊，怎么那么刺激呀？返回小吉卡刚刚的，感觉需要这个了哎、欸。换别的好了，只用四张卡。有点爽，我也觉得很爽。最后一关吗？我第十二关了，最后一关。不是耶，
啊，又狗过了，我的天哪，好累哦。好了好了好了，结束了结束了结束了，我们狗完了。那每次剧情就是差不多这样子啊，狗过了狗过了，就是时间到了，我再等多个一分钟啊，我可能就死了。我总看不懂最后过关的方式，就是我们撑过三分钟了，三分钟他没打死我们就算我们赢这样子。所以刚刚血量就是我刚刚就是尽量有回血跟尽量就是多挡几下，然后血量最后有撑住。哇，以农夫过六场，玩一下哦，成就农夫过六场，农夫过十二场，哇，差好多、哦，有 21.5% 的人已过了六场，那只有 11.7% 的人过到最后。农夫是很爽啦，可是感觉还是只能当辅助哎、欸。那这样子的话，我农夫调一下哦、喔，因为我现在农夫是金钱加一跟伤害嘛，可以的话全部调成伤害最好，或是哦，这样好像也可以。再来看一下哦、喔，对啊，因为。本伤的话加 5%, 物理伤害 10%, 魔法伤害 10%。 看一下，哇塞，这样好了，养鸡也是打误伤的哦，法伤就是数字是蓝色就是法伤。敢不敢给我两个蓝的？好啦，不然这样也好。那再来是这个啊，吸血鬼。啊，吸血鬼好像就是混伤吧。啊，那就这样子，哎、欸，好。你看三个金的哎、欸，哎呀，啊，大大大，没有哎、欸，到最高级好吧，就等到最高级吧，反正一百一百再扣。好像不对呢。
啊，怎么农夫那么快，这个就这么慢？好像不错呢。好，那这样子了，感谢感谢。对啊，就物理法师啊，这个啦。这个也是物理的啊。好，剩下之后再开台玩啦、啊。啊，这个有兴趣可以去玩玩看啦、啊。真的，你时间一下就没了啊，自己小心一点哦，不要怪我。好、哦，这个自己保重啊，出事不要怪我。啊，还剩下这个感觉德鲁伊嘛，一二三四五六。没有解锁，这个还没，这个很多都是金，哎、欸，我只玩过吸血鬼嘛，吸血鬼、农夫，这个最后一关死掉了，然后这个忍者有通关，啊，就这样，等领钱，好啦。先临时开台就到这边，哇！我开了快三小时哦，我的天哪、啊！这游戏怎么了？哇，这边还有一只哎，盗墓者。这个、喔，我干嘞！哇，刷哪次不刷？我好想要哦！好啦，真的了，真的真的，又来点，没有了，没有了，没有了，没有，关掉，关掉，好不好？关掉，关掉，关掉，关掉。好了，感谢各位，那大家看一下哦。现在 Bobo 在开到五点嘛 ，Bobo 开到五点。啊、哦，阿旺开啥？黑箱集。有 Bobo 吧，到我们去 Bobo 的台，看他快死了。比较少啊，因为我们的主要语言。好啦，大家晚安咯。半夜看我醒了没，醒的话再来打僵尸。啊，就这样，大家晚安啦，拜拜拜拜拜拜。